王让你寻人，就是这么寻的吗？那个人还没有找到，可我总觉得那天晚上好像忘记了什么，所以想用冷水泡一泡，看看能否想起别的线索。那想起什么了？王爷说那天晚上是青燕将军救了我，我也想不起来了。青燕查过了，红鹿寺上下根本没有你所说的那个女人，本王怀疑你是看到了幻觉。幻觉？赤福子服用过量会致幻，本王昨夜亲眼所见，你产生了幻觉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？事关张印的下落，你必须要记起来。那我再吃一次赤福子，兴许便能想起来。不可。你以为赤福子是什么随便就能找到的东西吗？赤福子不是好东西，往后不许再吃。在幻觉里，把本王的头发当成了野花。记得。这是你咬的，再咬一次。凭借此物，会有人接应你。多谢美娘。风香树，树质微苦，可止血生津。威北将军他是被冤枉的，他不该死。该死的人是你，暗场主人。小花，跟我回家吧。花在这儿。北境雪莲仙丹解百毒，南阳赤福子解百毒。不必找了，赤福子本王找到了。如何？我都记起来了，我是出了文化阁才致幻的，那个女人不是幻觉。芍药花不是自己。芍药花是画上去的。那个女人的脖颈之处必然是有明显伤痕，所以才会用芍药花当作障眼法。人接着找。赤福子，王爷也去找了。本王好不容易把你从赵玉捞出来，死得太快了，岂不辜负了本王的一番心思？以后若有要事，用这个联系本王。